一点看，别再过头哦。66元，最终以实际收费为准。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.2公里。哇，从这里下去跳下去游泳就爽了。那么深你下去啊？我不敢下了。这里有一个桥，住的是这种木屋。我从来没住过这种木屋。哦，看一个人在那里滑过去，在那里干嘛的？好好玩，等一下我也过去玩一下这。哦。原来是这样玩的，不知道是要钱来玩的，还是游客来玩，还是那些工人在修什么东西了。上面有根绳子从那里挂下来。这就是那间民宿，从住的地方出来这里，啊，经过这里有个桥，吊桥每次限走5吨，太重了会掉下去了。来，这里的水又深又清，很深的，可以看得见底的。哦，晚上那个就是表演的地方，晚上会有表演的。进去的时候，门票是要100块钱。哎，我指那个地方就是住的地方，然后那里就是宾馆。我走到这个桥上面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里。哎，上面这一栋楼和这一栋楼都是住的地方，看没有？这里水很清的，我好想下去游泳，可能应该不给的。很多人晚上来这里来照相。这里有个吃饭的地方，听说里面吃的东西很好吃的。
这上面有一棵大榕树，好像是一八几年生的，很大一棵，几个人都抱不过来。1825年，我朋友包了这座山来种树，要过来看一下。晚上住在这个雨庄酒店这里，然后吃饭呢，里面去吃的。等下给大家看一下吃的是什么菜。这个是糯米酒，一二三四五六个菜，你看看。晚上还有表演，然后那些苗妹在那里准备好。40.81%，融水苗族自治县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，拥有着秀丽雄伟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。它像是一只秀丽的杜鹃花，盛开在巴贵大地上，以最美的姿态迎接着八方宾